我是张念群，是一名国会议员，也是一名妈妈。很多人说，相夫教子呢是女人传统的角色，所以很多妇女呢，很多女性在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小孩之后，都选择了放弃职场，回到家里来做一个好妈妈。可是我觉得，我们作为妈妈，能够给我们的小孩最美好的礼物，就是给他们一个干净的国家，一个能干的政府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做一个妈妈和当一名国会议员并没有影响，也没有冲突。相反的，我也希望在来接大选的时候，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女性愿意呢来到政治这个领域，一起为我们的下一代、我们的小孩一起打拼。